股坑 Plate 让你两分钟听懂个股分析。附顶8261为台湾 MOSFET 厂。2019年产品营收比重为 MOSFET 占 95.45%， 其他产品占 4.55%。 2019年产品销售区域比重为台湾占 24.34%， 亚洲占 75.38%，其他地区占 0.28%。 21Q1 净利率 11.05%， 21Q1 ROE 6.85%， 21Q1 EPS 1.4 ROE 382.76%， 21年6月营收 ROE 38.2%， 21年5月营收 ROE 31.8%， 21年4月营收 ROE 29.0%。大股东持有率长期向下趋势，近期1000张以上大户持股比率 23.57%。 股价长期向上趋势，近期股价飙涨。市场消息，富鼎上半年业绩表现抢眼，主要受惠于电竞笔电、显卡等需求畅旺，且家电、电源供应器、电动工具、游戏主机及电池管理系统等应用拉货动能也明显转强所致，使得第二季合并营收 10.3 亿元，年增 33%， 创单季历史新高，累计前六月合并营收 20.59 亿元，年增 55.96%。 法人指出，目前富鼎订单能见度高，直至年底明年初中低压 MOSFET 产品长期供应国际品牌一线大厂，不易被替代，预期第三季 MOSFET 有可能再次调涨产品售价 10% 至 20%。 下半年营运动能持续，营收获利有机会再次挑战新高。股坑 Plate 建议，净利率、ROE、EPS、月营收都向上成长，第三季 MOSFET 可能再调涨产品售价 10% 至 20%。近期大股东持有率下滑，需注意。